子怎么走来走去都一样，沈夜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会加人吗？要不是本郡主命大，早就上路了。郡主在说什么呢？说你好看。方才的雨，郡主可是还没淋够，还要再出去冷静冷静。手拿开。沈燕，我是看你浑身都淋了雨，这样啊容易寒邪入体，患失温之症，所以这都是为了你好。郡主还学过医术。嗨，皮毛呢，不足挂齿。我以前在江州闲暇的时候呢，也胡乱拜过几个师傅，反正这一路上日子还很长，本郡主的过人之处，沈大人可以慢慢了解。这竹屋虽小，倒也不至于狭促到这种地步。床铺在这儿，郡主还是早些休息吧。生病了，就早点睡。我就在这儿。